Hello，喂。Hello，雨梦，Hello，在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宋威龙，很高兴能够在 Burberry 官方旗舰店的直播间跟大家见面。Hello，Hello，hello, 欢迎来到直播间，特别感谢今天应该等了很久。那我们前面跟各位嘉宾都聊得非常的开心，大家呢对于这次的宣传片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期待，而且非常的激动。那么你最近现在人在哪里呢？我最近在拍戏，在象山，所以说可能不能到现场。对。相信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直播的小窗口看到你今天这一身造型也是特别特别帅的，那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今天的穿搭吧。好啊，好啊。然后我这一身呢是，我拍宣传片的 look，然后我自己当时也特别喜欢这身 look。对，然后它这个内搭选择了运动休闲的风格，然后 T 恤加运动裤都是品牌的一些经典的元素。T 恤呢可以看到很大的 Burberry 的标识，Burberry London England。裤子是。然后这个裤子是 Burberry 的专属标识系列 TB 的一个大 logo。那么，全身这一套 look 里面，你要是只能选一件单品，你最喜欢是哪一件呢？这个 loop 的搭配我很喜欢，然后很英伦。如果一定要选一件的话，我觉得会选 Burberry 最经典的这套风衣吧。它是从最初的军装到现在的时尚单品，我觉得是经历了100多年的演变吧。既有经典的一些元素，也添加了一些新的一些时尚元素。对，然后我很喜欢这种有历史传承的产品，是品牌的典藏元素的见证，也是精益求精的品牌精神的体现。没错，没错，我觉得 Trench 的风衣肯定是 Burberry 的一个经典当中的经典。其实呢，之前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也跟大家具体的介绍过 Burberry 的这些风衣，所以呢，我自己也是对 Burberry 的风衣非常的了解。其实这个风衣啊，真的是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在1879年的时候，Burberry 品牌创始人 Thomas Burberry 就研发了这种 gabardine 的面料。那它这个面料很特别，它是一种革新性的防风雨面料，它非常的经典，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它虽然很轻薄透气，但是呢，它又可以防雨，所以其实对于这种英国这种常常细雨绵绵的天气非常的适合。那现在呢，慢慢的这个风衣进行了时尚的演变，然后就变成像你身上这一件又帅气又时髦的衣服，而且 Burberry 有5种版型嘛，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到他们线下门店或者天猫上去挑选适合自己的版型。那么，既然宋威龙你是品牌的形象大使，那我相信你其实也是做过一些功课的，而且你今天身上穿的这件 trench 非常的好看，所以呢，我决定想要来考考你，看看你对这些 trench 背后的这些工艺有多少了解。第一个问题，其实呢，这一点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风衣呢，大家不要小看它，看似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款式，但是呢它独具匠心。其实，在这个风衣的制作背后，有127道精细的工序。那我要问一问宋威龙，你知不知道在这么多的工序当中，最精细、最复杂的是哪一道呢？我记得没错，应该是衣领吧。哎，没错，答对了。的确，在 Burberry 的风衣上面呢，制作最精细的一个布序呢，就是这个衣领。它其实呢，一件衣领要缝制180针，而且学会缝制衣领呢，需要花费1年的时间才能够学会。好啦，那我继续再考考你哦，你知道完成一件风衣一共需要多少块独立裁片吗？我有做功课，我觉得是79块。没错，没错。其实呢，完成风衣裁剪需要花25分钟的时间，缝制所有的部件呢需要4个小时。所以呢，其实奢侈品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它特别的精致，而且特别的精细。最后一个小问题，Burberry 的风衣其实一直是热卖的款。你知道每年这个风衣会使用多少颗纽扣吗？800万颗。哇，果然是 Burberry 的真爱粉，这个都能答对。的确，其实呢，通过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 Burberry 的匠心所在。所以呢，他们的这个 Trench 真的是一个热卖款，在保留经典的同时，也一直重塑经典，推出了非常多的款式。这次呢，你为 Burberry 拍摄这个超品宣传片，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我觉得这次拍摄其实还挺轻松了，融入了很多的自然的元素，然后周围的环境又有海，然后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吧。然后会以跳舞的形式来展现 Burberry 多元活力的一面吧。
对我来说其实是第一次尝试，然后编舞老师也有提前做一些指导，然后get 到了一些新的技能。对，那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拍摄中的趣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呢？这次拍摄的整个系列短片其实有很多元素，然后有自然的主题，然后还有并以舞蹈的形式去表达出来。然后街舞我觉得是当下年轻人的潮流文化的一部分吧。然后，而且 Burberry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是比较经典的、优雅，然后英伦绅士的代名词。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 Burberry 不止保留经典，也是不断的重塑经典吧。然后融入了很多年轻化的因素，去表达创新，更多元的潮流态度。现在对 Burberry 有没有一些更新的见解？我觉得就像前面我说的一样吧，Burberry 一直在突破大家对它的固有印象，然后展现品牌多元化的年轻态度。无论是从设计师还是设计，到传播方式的运用，还有各种跨界啊、音乐人、舞蹈创意这种合作等等，时尚与科技的结合，我觉得是。然后就是 Burberry 既有传承，又不断的创新。传承的部分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它一直保留自己经典的东西。比如品牌典藏的一些元素啊，然后运用到新的一些系列中来，格纹、风衣等等这些。然后创新呢，它用一些解构、重组的方式呈现，让人挺耳目一新的。所以我觉得现在 Burberry 是一个喜欢尝试，然后勇于探索创新，拥有一个年轻态度的一个品牌吧。好的，谢谢你，谢谢你。那么说了这么多之后呢，相信大家真的是期待的不行了。我们马上现在就为大家发布你的这个完整版的宣传视频，大家赶紧看一看哟。哇，这一次的这四个宣传片真的都太震撼了！四位完全不同风格的选手，然后跳了这么多支舞，每一个风格也不一样，而且真的是给人带来特别多的惊喜。居然你会跳舞，而且通过这个短片，感觉 Burberry 一直在给我们带来惊喜。那么这一次917这个重要的 Burberry 超级品牌日，会有什么样子的惊喜吗？你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吗？是的，在这里呢，我也要特别和主持人一起做一个预告，就是 Burberry 2021春夏系列的时装秀也将在当天通过我们这个直播间进行全球的首发直播，非常期待。然后大家也继续关注直播间，锁定9月17的时装大秀。谢谢宋威龙跟我们分享了你的超品故事，让我们了解到一部短短的宣传片，其实背后有那么多的投入，那么多的精力和思考。好啦，那么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了，谢谢你在这么远的地方还跟我们连线，那么超级期待之后你与 Burberry 更多的合作。今天就到这里啦，下回再来直播间做客哟。好，然后谢谢余梦，谢谢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多多关注9月17日这场大秀。拜拜。OK，那么我们现在呢，再回到这个上海静安嘉里中心的。